杨子，你先坐着。朱君莫身为世家公子，为何手上会有宝剑？夫君，这是……娘子不是想看书吗？我特地准备了一些适合娘子看的书，这样娘子在府中就不会无聊了。夫君，这些书我从未看过，怕是有许多字都不认识，不如就免了吧。无妨，若是哪个字不认识，便问我。苍天，你奈何如此对我啊！进来。少爷，当铺那边出了问题，老爷让您亲自去一趟。我这就去。那娘子现在正好好看书。我一块回来抽查。娘子，醒醒！可惜了。夫君如此多你了，咱们三少爷和三少夫人可真真正正是一对璧人呢。妹妹莫要羡慕，大少爷和大少夫人也十分恩爱的紧呢。三弟妹好。娘子，这位是大哥苏和一，这位是二哥苏湘仪。三弟妹好。大哥二哥好。吃饭。三少夫人对二少爷很有好感呢，这都抓着人家不肯放了。多谢二哥，高君早上嘱咐，差点忘了。三弟言重了。杜姐姐也真是，也太不会用词儿。哟，罗妹妹，你会用词儿？要我说，傅妹妹出身书香世家，让她换个词还差。行了。多大点事，不就是差点摔倒，二少爷好心相救了一下。好了，吃饭。老爷，我叫黄婆子准备了一些还愿的东西，我看君莫这几天也没什么事情，就让他带着儿媳妇一起去上安寺替我还愿得了。君莫，你就带着三儿媳妇一起去还愿吧。快交出金银财宝，本大王就放你们一马。
连苏府都敢打劫，各位倒是有几分胆识啊。苏府？哪个苏府？江南世家苏府。快跑！公子追不追？寻常人家哪会有这么多武功高强的家丁，苏府这个大坑究竟是有多深啊？苏公子，是小人们有眼无珠冲撞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和我们这些莽夫一般见识。把他们捆绑起来，亲自送到衙门。夫君，婆婆还的是什么愿啊？娘自然是希望我早日成家，能够找一个像娘子一样贤惠的媳妇儿。如今愿望实现了，自然需要我们两个当事人来还愿。夫君也觉得我贤惠？娘子温柔贤惠，孝顺公婆，我苏君墨能够娶到你，是我这辈子的福气啊。哪里哪里，我杨昭君无德无才的，能够嫁给夫君才是我的荣幸呢。见过了悟大师。老大见过苏三公子。不知。两位可是来还愿的？自然。请。了悟大师。老衲唐突了。不知为何这位施主有点面熟，所以多看了两眼。老衲记性不好，也不知在哪儿见过这位施主。这位施主，我看你两眼带着了然，你可知道？小姐，你肯定是忘记了，你以前天天往金院庵跑，估计是大师见过吧。说起来，苏三公子与少夫人真是有缘。苏三公子喜欢往上安寺跑，而少夫人喜欢往对面的静渊庵跑。两位真是与佛有缘。夫君不妨与大师先行到厢房细谈。我多日不见静安师太，还有些想念呢。况且天色尚早，我想着过去拜访一下。也好，娘子别太晚，到时候我来接。少夫人真是知书达理。多谢大师夸奖。